我们在拉萨河旁边的停车场，我们刚刚吃完饭啊，吃完中饭已经是下午了，不得不说我们两个真的是挺磨叽的。拉萨的白天真的是太热了，看看大白，他知道他可精了，他走在这边阴凉的地方，热了是不是啊？走，刚刚约了一个洗澡的，刚刚打电话问了一下人家可以洗澡，带大白去洗个澡吧，好多天没有洗澡了。人家大白都知道哪里阴凉，你弄个遮阳棚子来，能挡得住太阳吗？看看忙到几点？你还不如调过来停。大白走了。躲起来了，你看他。刚刚不是在外面的吗？刚刚听到徐江江躲起来了。快走快走快走。走啊走啊，去凉快，走。洗个澡凉快了。大白每次洗澡都不是怎么听话的，所以呢，营养膏备上。待会儿去宠物店看一下有没有好吃的，再给他买一点。来，吃羊羔，过来，吃吃吃，吃来，好吃了，来。你先给人家舔一口嘛。来，出来，快挤牙膏了。哎呦呦呦，香喷喷，快来，快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哎呦，快出来，快出来。哎，这边好像底盘高一点啊。他不用担心出不来了，那边有个脚踏。小家伙，我就不信有没有吃的搞不定啊！刚刚在网上找了一家宠物店啊，说是可以洗澡嘛，对吧？100块钱，啊，在这附近呢还有一个停车场，我们就准备过去洗一下吧，哈。大白这精神还是比较十足的，虽然吐了一下，但是呢丝毫不影响他对美食的这种欲望啊，是不是？你看他，他生气了，你看他，他听懂了，他得打滚了，你看这个。他说被骗了。好了，待会儿去宠物店。洗香香的话，然后再给他买点东西吧，哈。嗯，你看他，大尾巴看到翘上天了一样。好了，你看你都养羊了，是不是？这里停一天多少钱？那个30多块钱吧。哇，44块钱。是啊。这里比那边要贵哦。是啊。20个小时，49分，44块钱。本来我以为30几块钱算封顶的，没想到这边的话是50几块钱封顶，51块钱好像是。那停两天就要100块了哦。是的，受不了。拉萨这边宠物店的话，基本上都在这个太阳岛啊。太阳岛这边好像就是这种。这边洗澡都是100左右。嗯，昨天我买菜就在这边买。说这西藏没有蓝天白云，真的没有感觉哈、哦。是。拜拜，走了，走，洗澡去了。走，哎，不对，错了。你不要跟他说洗澡啊，你看。拜拜。你看他，从前面是好笑一点。对，拜拜，走，拜拜，开车。拜拜，开车。哎呦，上来，开车。去完了。走吧。去完了。上来。哎。这里。哎。好，等我先给你套好啊，乖乖，好，慢一点。他能不能下得来啊？他那个。不能下得来啊。我给他抱下来吧。走，找下来。不用吧。好，乖乖，我这里下。哎，好嘞。好。喂，走啊。走了。你干啥呀？走，去玩了。带你去拍照，拍帅帅的照片呐、啊。去完了。哇，完了。走，过来。下来。在那边再给你买好吃的啊、哦。来。来，快走，兄弟，快！哎呀，好吃、哦！快出来！这家伙成精了，啊！成精了，快过来！去玩呐！哎呦，我们跟个小孩子一样呢，去玩，快！拉着啊，不能拉下来啊！嗯。气死我了！你小心点，他腿哦，啊！小心一点，快过来，小心一点啊、哦！来，小心点，快点，乖呀、啊！哎呦，你看你，非得要用暴力是吧？哎呦我天，为什么？走了，去玩呐、啊！大白这家伙啊，他这个神经感觉有的时候也有点错乱的，有的时候吧，他就怕洗澡，有的时候吧就不怕。哎，哄骗他下车啊！等等他哦，他想跑，我来拉他吧。哎，就这一家到了。好。
不能跑马路上去啊，不能跑马路去啊，乖啊，乖乖啊，乖乖，走去买好吃的啊，走吧，嘿嘿。你好，有东西的，可以，要排队吗？到了这里就好了啊、哦，还有点紧张的，还有十几分钟啊，先给大白挑一个玩具，看看大白在这边到处秀啊，刚刚还想跑出去，嗯，让他开心一下，嗯，跳了一个怎么样？这小象还可以吧？耳朵大，耳朵漂亮哈、哦，帅一点哈、哦，还能响，就怕被他给咬了。大白，你喜不喜欢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啊，这要啊，那给你买这个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哇、嗯，好，因为洗澡还要等一会儿嘛。哎呦我天，玩具先弄上了，先玩个玩具啊、哦。钱都没给你就想跑了啊？我想跑 了，不行的，跑单狗要被打的。不能跑的啊，在这里玩，在这里玩好吗？坐着歇一会儿吧，再等一会儿就可以洗了。快点，快快，你看这里，你看人家那个。小泰离在这边秀毛多帅，我也抱上去吧，你来抱他吧，乖乖，拿个玩具诱惑他，不怕啊、哦，他每次洗澡有点害怕，你给他拴住一下吧，他怕他现在跳出来，嗯，对，他洗澡，他有点害怕，他吹头的时候有点怕，吹头的时候给他小风一点吹，可以，要小，他害怕吹头，他害怕吹头。在这里能看到大白，你看到这死样，大白他看不见我估计，好乖啊，嗯，这些狗狗不知道是不是寄养的，看着好没精神哦，哎，躺着也动不动的，阿布拉猪，你要看这个阿拉斯加，好无奈，嗨 ，hello， 好乖啊，一动不动的，嗯。哦，这有只德牧，哦哟，看他们眼神的好无奈哦，被关着自养也好可怜哦，嗯，看他们好想出去的样子，那拉布拉猪怎么了？哎，好可怜，这柯基也要剃毛啊，剃毛要把嘴巴给绑起来了呢，给大白弄一个这种造型，大白会不会抑郁啊？好像小狮子一样，这样是不是就不掉毛了？刚问了一下老板，剃这样的还要300块钱呢，好搞笑。哎呦，洗完啦啊，听不听话？哎呦，洗完就过来拿他的玩具，你看他嘞，啊，指甲剪了没有啊？哎呦，受委屈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，一出来就嗯的。洗完澡，洗香香，带着娃娃走了。掉的娃娃就跑，哎呦，你看他。头也不回，走吧。头也不回。洗完澡又更胖了，怎么办吧？减肥啊！这停在这里也挺好的，有一只狗狗。这里的话，离那个布达拉会比较近一点啊。旁边还有一个桥呢。按摩，你这里好胖哦，好胖哦哈！哎呦，哎呦，玩不起来呀、啊！哎呦，公跟公的玩不起来呀、啊，阿白。我们丢个玩具在这里，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萨摩耶，哎呦，跟阿白玩不起来啊，阿白还是跟金毛、跟拉布拉多玩得起来一点，跟萨摩啊、哈士奇啊、阿拉斯加好像都不怎么玩得起来，是不是阿白？啊，要你丢个娃娃，再试试吗？再试试吗？哎呦，感觉洗完澡又掉了好多毛一样。